几句话吧，你百度查一下怎么关好不好？你自己怎么开的你不知道？哎哎，你们不知道我这边那个跳伞动作很滑稽的。他默认的开啥？他妈，你又开这个 bug 了。但我上次跟上次的动作不太一样，好不好？这次是抬了一只脚。L 港，再去 L 港。雾天不是很难看清人，其实也很好看清了。打开我的雾天专用辅助，现在看人就很清楚了，就跟晴天一样，只不过能见度比较低的晴天。视角里跟我的视角里差多少啊？差得多多，应该看不清。我跟你说吧，车在这里。哎，他们有人出去了，从正门出去的。在这儿，在这儿。到了，前面。没有，他们两个，两个，两个。这个逼在看什么呀？不知道。别打，别打，别打，别打。你晃晃晃。哇！突然换车位。直接冲，直接冲，直接冲！围墙还有一个，换位置喽。后面有个上来了，小心一点，来帮你们架。追一枪。暴龙他不是他一枪，我敢肯定。这人两个八倍镜不分给队友，我操！那我就是你说我滤镜现在关掉吗？还是你们挺喜欢这个滤镜的？已经晴天了，所以我就关掉吧。哎，这个盒子，走走走了走了，直接冲圈，直接冲圈，冲圈，冲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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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。这样，我们所有人攻左边的海景房，攻左边的海景房，攻左边的海景房。听得懂我讲话吗？攻左边的那个，我标点的那个，快快快，直接冲，直接冲！哎，暴龙，我哪里摩托了？我感觉没什么区别嘛。还有就是刚我，你这个一半血都没有。这小凯开的，小凯干的好事，好吧？操，小凯，你看我害的，你害的我被骂了。人知道有人，这个楼不好，这个楼两，这个楼直接从门走，他不好攻的，包打你。三个人，三个。我丢手雷，小凯掩护。他们来冲我了，全都来冲我了。我们干掉一个。暴龙，你知道他为什么冲你吗？你旁边好像有空投，那是我看错了吗？哎，又骗我！我说我没，他是倒了呀，但还有一个呀，我没看到另外一个，你知道吧？我没血了，这不能怪我。操！我的人头估计要没了。操，我想狙他头，有点浪，好吧。他也倒了。好，这中行不行？没有，你不知道有好几把枪在狙我。我在找一个保证自己不会被狙，并且我能狙到别人的。你知道我不喜欢挨打。换个枪。我不会玩九八 K， 我不会玩。操，小凯，就你事儿多，明明没区别，你还把镜拆了。我不会用八百。小凯菜，小凯菜。有消音器，我赚了。对呀、啊。还有拖载板，我压不住 M24， 现在我压得住了。哎呦！小凯来从这儿打，小凯来我这儿，来我这儿，一个师给你打。哎呀！哎操，我有点我。我觉得出事了，小凯。他们也没投、哦。他把头拖给我了。哇！换倍镜，装倍镜啊！你不是有六倍吗？快进圈了，快进圈了，进圈 ！Oh no！ 哎，延迟枪。
团队移动，快快！小海那边有二级头，不用舔着盒子了。好吧，是反载。这个 B 在空地狙我们，什么意思？好，那么好玩。去补人，先补人，先补人。这人什么情况？啥呀？这什么呀？哎呦！快手 TV 南风，小小慢一点，我看不清人，我也没见到他的，需要打开我的辅助功能。哎呦 ，T 加 F 三，我丢烟雾弹了。看到那个人了，打中他，他要被毒死了。进圈吧，他可能不行了。我们先进去。我这次不会再爆我头了吧？左边一点，小凯。是的。倒了一个。是雷吗？他们被别人狙了，你的人头被抢了，小凯。他倒了，快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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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别瞄了，别瞄了，四号。棒。车后面。我知道了，我看到他了。好吧，那个是轮胎，我以为他死了，他死了。Nice，Nice，OK，OK，、okay, okay, 进圈。还有哦，小海快快玩二岛，小海快快玩二岛，快快直接来拉我，直接来拉我！操，这个逼死前差点把我们害死。死前拉了一个雷，我和你们说他扔了个雷。我不知道他扔在这儿了，我以为他没扔出去。送打药。我这人没什么特点，就是稳起来就打药。捡包，捡雷，捡雷，没雷了。小小爬进来。估计你没了。我觉得我不该打血，跑毒了，小凯。打他，打他！一枪，直接死了。哦、nice， 独狼，独狼，应该是在右边。有烟。我觉得我刚刚应该帮小凯架一下比较好。你丢的手雷？烟。刚才想扔烟抬起来是一颗火，把我吓的哟，有雷啊！应该在下面。主播决赛圈打开他的色彩辅助卡，关了。零杀吃鸡。